有时七位朋友们问说，想请问唐委员平时都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跟得上时代？请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，有许多技能都要靠自学哦。那想用我要用以前自学的背景跟我们分享如何保持学习的热忱，这非常好的问题。我想我的学习的热忱来自于说我想要做的研究题目。都是一些一辈子做不完的题目，所以反正我也不可能一个人把它研究完，所以我就每天多学一点点，是保持着这种态度。那我还记得说，我14岁，就是国中2年级，like literally 中二的时候，当时就是很中二的就辍学了嘛，就跟校长说这个我不想去学校了，我一天想花16个小时做研究，不想要浪费8个小时在你的学校，这个真的蛮中二的。那然后校长就说，哎，这个那你所谓的做研究是什么研究嘛？那我就解释给校长听，我当时在研究的是Swift Trust 这个现象，就是为什么透过网际网络，特别是透过文字或者是频宽不大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图片呢，那人跟人之间一下就可以推心置腹，彼此信任，无所不谈。那但是反而面对面的时候，人跟人是比较慢熟的。那为什么网际网络会有这种交浅言深的这种情况会出现？那当时其实是没有一个定论，当时连所谓的资讯社会学、网络社会学这个学门到底算不算一个学门呢，都还有争议。我们讲的是1996年的事情哦。那所以95、96的时候，哎，我对这个题目就很有兴趣，然后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，因为为了这个去创业等等。那但是这个题目大家可以发现说，就是在现代当然很有意义嘛，就是为什么你在社群网络上面，哎，真的一拍即合，但是反过来就马上封锁彼此哦，对不对？就说 Swift Trust 也有 Swift Distrust 的那一面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感觉上都变得比较极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但是这件事情，它每一个阶段的网络发展，其实都有不同的模型在回答这个问题。因为有行动装置跟没有行动装置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有超连接跟没有的时候是不一样，有直播跟没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等等。所以每一个它底下的基础改变的时候，上层的这个比较属于社会学的这个题目，又要再重新研究一次。那到 VR、AR、MR 的时候，可能又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题目就会不断的开展下去。我只要还对这个题目有兴趣，我当然还对这个题目有兴趣，我每天醒来，我就可以绕着这个题目再多学一些些。所以我会建议说，就是把你的好奇心放在这些比较根本的东西上，而不是比较枝微末节的。枝微末节的，它比较像是掌握一种熟练的技巧，但是当这个技巧不再被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时候，你就会需要跟得上时代，但是当你在意的事情是这种比较基本的，就是 human condition 啊，就是人类情境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其实就没有跟不跟得上时代的问题，而是你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你可以不断的再去探索这个题目的各种各样子的可能性。所以就是找一个好的大的题目来研究，我觉得就可以一直都跟得上时代啊。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。